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们老板催我了，所以我赶出来了。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告诉保安，我是你女朋友。你们那位吕家老板，难道说就等不到天亮吗？是你们王威老板恨不得马上签约。可是尽职调查，不可能一夜就做出来。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们调查我们。可以给你们看的都在这儿了，抓紧看，不然我们老板会改变主意的。你在开玩笑？我从来没有给你开过任何玩笑。都是认真的，包括我说我爱你。如果说你没有在跟我开玩笑，很遗憾，我们这两个协议很难达成。那我会告诉你的，老板，是你否决了我的建议书，然后你的老板可能会换掉你。毕竟你的老板比我的老板更想达成并购。那我也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是因为你不给我们提供你们内部的财务数据。账目报表，这样，你给我看你们的，我给你看我。